六祖大师法宝坛经，远宗宝编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目录卷首序赞各一编，经行由第一般若、第二疑问、第三定慧、第四坐禅、第五忏悔、第六机缘、第七顿见、第八宣召、第九副主、第十副录缘起外记、历朝崇奉事迹、次世大建禅师碑、大建禅师碑佛一名拔目录中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。古云比丘得意传，妙道虚玄不可思议，妄言的指端可悟明。故世尊分坐于多子塔前，拈华于灵山会上，似火与火以心应心，西传四七至菩提达摩，东来此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。有可大师者，守于檐下误入，莫上三拜的虽受一少祖开阐正宗，三传而至黄梅，会中高僧七百，为复充居士，一季传一为六代祖，难顿十余年，一旦以非风翻动之机，触开印宗正眼。居士由是住法登坛，应拔陀罗旋迹，开东山法门，为使君命海禅者录其语，目之曰法宝坛经。大师始于武阳中至曹溪，说法三十七年，沾甘露未入甚超凡者莫计其数。悟佛心宗行解相应为大知识者，明载传灯，为南岳清源执事最久，近得无八鼻，故出马祖石头，机智元明玄风大阵，乃有灵迹为仰曹洞云门法眼珠宫巍然而出，道德超群门庭险峻，启迪英灵纳子奋至冲关，一门深入五派同源，历遍如垂规模广大，缘起五家纲要进出坛经。夫坛经者，言简意丰，理明是备，具足诸佛无量法门，一一法门具足无量妙义，一一妙义发挥诸佛无量妙理，即弥勒楼阁中，即普贤毛孔中，善入者，即同善财于一念间圆满功德，与普贤等与诸佛等，习乎坛经为后人劫掠太多，不见六祖大全之旨。得意幻年常见古本，自后便求三十余载，尽得通上人寻道全文，遂堪于无中修修禅安，与诸圣士同一受用，唯愿开卷举目直入大圆觉海，续佛祖慧命无穷，思于志愿奋已。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岁中春日序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，宋明教大师气松传，赞者告也，发经而不告也。坛经者，智人之所以宣其心也，智人为六祖篇内同和心邪，佛所传之妙心也，大哉心乎！姿势变化而清净常若，凡然圣然悠然显然，魔所处而不自得之，甚言乎明，凡言乎昧，昧也者变也，
名也者父也。辩父虽疏而妙心意也。使释迦闻佛，以是而传之大归士。大归士相传之三十三世者，传诸大鉴六祖是号大鉴禅师，大鉴传之而亦传也。说之者亦亦多端，故有名同而实异者也，故有异多而心异者也。曰血肉心者，曰缘虑心者，曰即起心者，曰坚实心者。若心所知心亦多也，是所谓名同而实异者也。曰真如心者，曰生灭心者，曰烦恼心者，曰菩提心者。诸修多罗其类此者，殆不可胜数，是所谓亦多而心异者也。亦有觉亦有不觉意，心有真心有妄心，皆所以别其正心也。方谈经之所谓心者，亦亦之觉意，心之实心也。习者圣人之将矣也，乃命乎归士，教外以传法之要义。其人至机而忘返，故欲后世者提本而正末也。故涅槃曰：我有无上正法，昔以覆主摩诃迦叶矣。天之道存乎易，得之道存乎简，圣人之道存乎要，要也者至妙之谓也。圣人之道以要，则为法界门之枢机，为无量义之所会，为大乘之追轮。法华岂不曰：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。华严岂不曰：以少方便即成菩提，要乎其于圣人之道，利而大矣哉。是故谈经之宗，尊其心要也。心乎若明若明若空若灵若寂若心，有物乎无物乎，谓之一物，故迷于万物，谓之万物，故统于一物，一物由万物也，万物由一物也，此谓可思议也，及其不可思也，不可议也。天下谓之玄解，谓之神会，谓之绝呆，谓之末体，谓之明通，亦皆离之浅之，浅之又浅，亦无能治之为。其果然独得与夫智人之相似者，孰能量乎？推而广之，则无往不可也；探而裁之，则摩索不当也。失于正性，则所见至清；失于修心，则所意至正；失于崇德辩惑，则真妄易显；失于出世，则佛道速成；失于救世，则尘劳一歇。此谈经之宗，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厌。彼谓即心即佛浅者，何其不知量也！以折锥探的而浅壁，以屋漏窥天而小天，其天地之然邪，然百家者，虽既甚之弗如也。而至人通而贯之，合乎群经断可见矣。至人辩而通之，
非欲名字不可测也。故其显说之有伦有义，密说之无首无尾。天机利者得其深，天机钝者得其浅。可拟乎可易乎，不得以况之，则远遁教也，最上尘也，如来之清净禅也，菩萨藏之正宗也。论者谓之玄学，不亦详乎？天下谓之宗门，不亦疑乎？谈经曰：定慧为本者，去道之始也。定也者静也，慧也者明也。明以观之，静以安之，安其心可以体心也，观其道可以与道也。一行三昧者，法界一相之谓也。谓万善虽殊，皆正于一行。
这也无相位体者，尊大戒也；无念位宗者，尊大定也；无住位本者，尊大慧也。夫戒定慧者，三圣之达道也。夫妙心者，戒定慧之大资也。以一妙心而统乎三法，故曰大也。无相戒者，戒其必正觉也。四弘愿者，愿度度苦也，愿断断己也，愿学学道也，愿成成即灭也。灭魔所灭，故魔所不断也；道魔所道，故魔所不度也。无相忏者，忏非所忏也。三归戒者，归其一也。一也者，三宝之所以出也。说摩诃般若者，为其心之至终也。般若也者，圣人之方便也，圣人之大智也。故能计之明之权之实之，天下以其计，可以泯众恶也。天下以其名，可以集众善也。天下以其权，可以大有为也。天下以其实，可以大无畏也。至以哉般若也。圣人之道，非夫般若不明也，不成也。天下之物，非夫般若不疑也，不当也。至人之为以般若证，不亦远乎？我法为上上根人说者疑之也。轻误重用则不慎，大方小受则过也。从来莫传吩咐者，密说之谓也。密也者，非不言而暗证也，真而密之也。不解此法而折谤归，为百劫千生断佛种性者，防天下亡其心也，伪乎谈经之作也。其本正其机效，其因真其果不谬，前圣也后圣也。如此起之，如此视之，如此复之，浩然佩乎？若大川之注也，若虚空之通也，若日月之明也，若形影之无碍也，若鸿渐之有序也。妙而得之之谓本，推而用之之谓机，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谓因，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谓果。果不异乎因，谓之正果也；因不异乎果，谓之正因也。机必固乎本，谓之待用也；本必固乎机，谓之大成也。成也者，圣人之欲道也；用也者，圣人之起教也。夫圣人之道莫至乎心，圣人之教莫至乎修。调神入道，莫至乎一香，只观鬼善成德，莫至乎一行三昧，资一切界，莫至乎无相，证一切定，莫至乎无念，通一切智，莫至乎无助，生善灭恶，莫至乎无相戒，笃道推德，莫至乎四弘愿，善观过，
莫至乎无相忏，朕所去，莫至乎三归戒，朕大体才大用，莫至乎大般若，发大性悟大道，莫至乎大智，天下之穷理尽性，莫至乎莫传，欲心无过，莫善乎不报，定慧未始道之基也，一行三昧得之端也，无念之宗解脱之位也，无助之本般若之位也，无相之体法身之位也，无相界界之罪也，四弘愿愿之极也，无相忏忏之智也，三归戒真所归也，摩诃智慧甚凡之大梵也，为上上根人说直说也，莫传传之智也，戒谤戒之纲也，夫妙心者，非修所成也，非正所明也，本成也本明也，以迷明者复明，所以正也，以被成者复成，所以修也，以非修而修之，故曰正修也，以非明而明之，故曰正正也，至人黯然不见其威仪，而诚德未行矮于也，至人颓然若魔所持，而道显于天下也，盖以正修而修之也，以正正而正之也，于此乃曰往修往正，往因往果。川凿从左近为其说，谋乎至人之意焉，依放戒定慧而必趋乎混茫之空，则无畏如之何也，甚乎寒食逆心而服食，食与夜相成寻诸想而未使习也，相之行之，人与物偕身，纷然乎天地之间，可胜数邪，得其行于人者，故万万之以耳，人而能觉，己其先矣。圣人怀此，虽以多益发之，而天下犹有所不明者也。圣人就此，虽以多方治之，而天下犹有所不省者也，贤者以治乱，不孝者以愚庸，平平之人以无忌昏，及其感悟而发，喜之怒之哀之乐之，亦必者万端，黯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，其成于圣人之言，则继之薄之，若蒙悟而望远，未有也未无也，未非有也未非无也，未亦有也未亦无也，以不见而却必故，终身而不得其审焉，海所以在水也，鱼龙死生在海而不见乎水，道所以在心也，其人终日说道而不见乎心，悲夫，心故微妙悠远，难明难凑，其如此也矣。圣人既隐，天下百世虽已书传，而莫得其名焉，故谈经之宗举，乃直视其心，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。若排云雾而顿见太清，若登泰山而所视阔如也，
王氏以方乎？世书曰：其一便至于鲁，鲁一便至于道，斯言尽之矣。涅盘曰：始从鹿也远，终至拔提河，中间五十年，未曾说一字者，是法非文字也，仿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。曰：依法不依人者，以法真而人假也。曰：依义不依语者，以义实而语假也。曰：依智而不依实者，以智智而实妄也。曰：依了易经不依不了易经者，以了易经尽理也。而菩萨所谓即是宣说大涅槃者，为自说与经痛也。圣人所谓四人出世即四一也，护持正法应当正知者，应当正之故，智人推本以正其末也。自说与经同故，智人说经如经也。一义依了一经故，智人浅说而合义也合经也。依法依智故，智人密说便知通知而不记智也。是法非文字故，智人之宗上乎莫传也。圣人如春滔滔而发之也，智人如秋灼灼而成之也。圣人命之而智人效之也。智人故圣人之门之其德殊勋者也。夫智人者始起于为，自谓不识世俗文字，及其诚挚也，方一席之说而显道就是。与乎大圣人之云谓者，若何福气也？故其玄德上至，深而知之，将自表其法而示其不实乎？莫待四百年，法流四海而不习，帝王者圣贤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易尽，非至乎大圣人之所至，天且厌之久矣。吾能若此也，与故起尽其道，信闻蒙引海亦欲其位，感激守不知，以遗后学者也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，风帆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，行游第一。十大师至宝林，韶州为刺史，渠与官僚入山请师，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元说法。师身作次，刺史官僚三十余人，儒宗学士三十余人，僧尼道俗一千余人，同时作礼，愿闻法要。大师告众曰：善知识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值了成佛。善知识，且听慧能行游的法事义。慧能言父本贯范阳，左降流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，此生不幸，父幼早亡，老母孤疑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于是卖柴，时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，客收去，慧能得钱，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，慧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，遂问客诵何经，客曰：金刚经。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，客云：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，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
门人一千有余。我到彼中礼拜，听受此经。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《金刚经》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慧能闻说，素习有缘，乃猛一刻取银十两与慧能，令充老母衣粮，叫遍广黄梅参礼五祖。慧能安置母婢，即便辞为。不经三十余日，便至黄梅礼拜五祖。祖问曰：“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”慧能对曰：“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。”祖言：“汝是岭南人，又是列辽，若未堪作佛。”慧能曰：“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列辽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”五祖更欲与语，且见徒众宗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物。慧能曰：“慧能其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为审和尚叫做何物？”祖云：“这个辽根性大利。”汝更勿言，者草场去。慧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对，今八月余。祖一日忽见慧能，曰：“吾思汝之剑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汝言，汝知之否？”慧能曰：“弟子亦知失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。”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，无相汝说：“是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。自信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记，来成无看。若悟大义，复汝依法，为第六代祖。”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，思量极不中用。见性之人，言下虚见。若如此者，轮刀上阵，亦得见之。欲立根者，众的处分，退而地相会曰：“我等众人，不须诚心用意作计，将成和尚，有何所益？”神秀上座，现为教授师，必是他德。我辈慢作寄送，枉用心力。愚人闻语，总皆习心，闲言：“我等以后依止秀师，何烦作寄？”神秀思维：“诸人不成寄者，为我与他为教授师，我须作寄，将成和尚。若不成迹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成迹意，求法极善，密阻极恶，却同凡心，夺其甚未惜别。若不成迹，终不得法，大难大难。”五祖堂前有布郎三间，你请供奉如真化人家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，流传供养。神秀坐祭成矣，数度欲成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便生汗流，已成不得。前后经四日，一时三度成祭不得。秀乃思维：“不如向廊下书着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。”云是秀坐。若道不堪，往向山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何道？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记于南廊壁间，诚心所见。记曰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
秀叔进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父思维，五祖明日见计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。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业障重，不合得法，甚意难测。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五更。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信。天明，祖唤奴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涂香，忽见奇迹，抱言供奉却不用画，劳而远来。今云凡所有香，皆是虚妄，但留此记与人诵持，依此记修，免堕恶道，依此记修，有大利益。令门人住香礼敬，敬诵此记，即得见性。门人诵记，皆叹善哉。祖三更唤秀入堂，问曰：“记是汝作否？”秀言：“实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”祖曰：“汝作此记，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，乐不可得。”无上菩提，虚的言下，实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。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智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萨之自性也。汝且去一两日思维，更作一记，将来无看。汝记若入的门，复汝依法。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，作记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坐不乐。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对房过，唱诵奇迹。慧能一闻，便知此迹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义。遂问童子曰：“诵者何迹？”童子曰：“尔这列寥不知。”大师言：“是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父依法，令门人作记来看。若悟大义，即复依法，为第六祖。”神秀上坐于南廊壁上，书无相记，大师令人接送，依此记修，免堕恶道，依此记修，有大利益。慧能曰：“一本有我意要送此，结来生缘，上人。我此踏对八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。”童子引至祭前礼拜。慧能曰：“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未读，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”慧能闻已，遂言：“亦有一记，望别驾未书。”别驾言：“汝亦作记，其事稀有。”慧能向别驾言：“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”别驾言：“汝但诵记，无畏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”慧能记曰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书此记已，徒众总惊，无不皆讶，各相畏言，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识，使他肉身菩萨。”祖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鞋擦了迹，曰：“亦未见性。”众以为然。
次日，祖前至对房，见能邀食充米，语曰：“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？”乃问曰：“米熟也未？”未能曰：“米熟久矣。”犹欠筛在，祖以杖击对三下而去。慧能即会祖意。三母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。未说《金刚经》，至应魔所住而生其心。慧能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。遂起祖言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祖之悟本性，未会能曰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三根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钵。云：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无忌曰：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祖父曰：悉达摩大师出来此土，人谓之性，故传此衣，以为性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为传本体，师师亦复本心。一味真端，只汝勿传。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。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慧能起曰：向甚处去？祖云：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慧能三根，领得衣钵，云：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的江口。五祖言：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祖相送直至九江矣。祖令上船，五祖把汝自摇。慧能言：请和尚坐，弟子何摇汝？祖云：何事无度汝？慧能云：迷时失度，误了自度。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慧能身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祖云：如是，如是。以后佛法由汝大行。汝去三年，无方世事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，佛法难起。慧能辞为足矣，发足南行。两月中间，至大搜岭，五祖归，数日不上堂。众疑，亦问曰：和尚少病少恼否？曰：病即无，依法已难矣。问谁人传授？曰：能者得之。众乃之焉，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情粗躁。即意参询，为众人先，趁即慧能。慧能直下衣钵于石上，云：此衣表性，可立真耶？能隐曹莽中。慧明至，提多不动，乃唤云：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慧能遂出，坐磐石上。慧明坐礼云：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慧能云：汝既为法而来，可秉其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明良久。慧能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魔时，那个是您上座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。
复问云：上来逆与逆意外，还更有逆意否？慧能云：与汝说者，即非逆也。汝若反照，逆在汝边。名曰：慧明虽在黄眉，实未审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慧明师也。慧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眉，善自护持。明又问：慧明今后向甚处去？慧能曰：逢缘则止，遇蒙则居。明礼辞，明回至岭下，谓称众曰：向至摧回，竟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之。称众显以为然。慧明后改道名，毕师上字。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一十五载，时与猎人随仪说法。猎人常令守望，每见生命尽放之，每至饭时，以菜祭煮肉锅。或问，则对曰：但吃肉边菜。一日思维，时当弘法，不可中顿。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执印宗法师讲《涅盘经》。时有风吹翻动，一僧曰风动，一僧曰翻动，议论不已。慧能进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翻动，仁者心动，一众骇然。印宗言至上席，真结奥义。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行者并非常人，久闻黄眉依法难来，莫是行者否？慧能曰：不敢。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宗复问曰：黄眉副主如何指受？慧能曰：指受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能曰：唯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慧能曰：法师讲《涅盘经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犯四重境，作五逆罪，即一产皮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。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运之与戒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乐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。应宗闻说，欢喜合掌言：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真经。于是为慧能剃发，愿是为师。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慧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今日的与使君、官僚、僧尼、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？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慧能自制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领静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般若第二。次日，为使君请意，师身坐，告大众曰：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云：善知是。
菩提般若之智，是人本自有之，只愿心迷，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之事，是导见性。当知于人至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愿迷悟不同，所以有余有智。无经未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，无为汝说善之事。世人终日口念般若，不识自性般若，犹如说食不饱。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之事。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。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漏如电。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。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。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甜无喜，摩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。诸佛刹土，尽同虚空。世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善之事。莫闻无说空，遍及者空。第一莫者空，若空心静坐，即者无即空。善之事。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，须弥诸山，宗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之事。自性能含万法事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着，心如虚空，明之为大，故曰摩诃。善之事。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空心静坐，百魔所思，自称为大。此一被人不可与语，为邪见故。善之事。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应用遍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滞，即是般若。善之事。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口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。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善之事。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即般若觉，一念智即般若身。世人愚迷，不见般若。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。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说空，不识真空。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何名波罗蜜？此是西国语，唐言到彼岸，解义离生灭。者尽生灭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。离尽无生灭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波罗蜜。
善知识，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有妄有非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者净即烦恼，后念迷净即菩提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。当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便三毒畏戒定慧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，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。无亦无者，不起狂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，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金刚般若经，即得见性。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具说。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。小根小智人闻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大龙下雨于岩浮提，尘翼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飘藻叶。若与大海，不增不减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闻说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，常观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从天有，原是龙能心智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，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。百川众流，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众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小根之人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盗，不能增长。小根之人亦复如是。原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，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原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雨覆盖于日，不得讽吹，日光不现。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。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为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能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。善知识，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，大小二圣，十二部经，皆因人智，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无是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。故知万法本自人心，一切经书因人说有。缘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为小人，智为大人。愚者问愚智人，智者与愚人说法，愚人忽然悟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
善知识，不误及佛是众生，一念误时，众生是佛。故知万法性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云：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善知识，我与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。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须觅大善知识，解罪上乘法者，直是正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化导令的见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，十二部经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需求善知识，只是方便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只为虚他善知识方的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就不可得。若起正真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。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善知识，智慧观照，内外明彻，识自本心。若识本心，即本解脱。若得解脱，即是般若三昧，即是无念。何名无念？若见一切法，心不染着，是谓无念。用即遍一切处，亦不着一切处。但净本心，使六识出六门，于六尘中无染无杂，来去自由，通用无滞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脱，名无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当令念绝，即是法缚，即名边见。善知识，悟无念法者，万法尽通；悟无念法者，见诸佛境界；悟无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善知识，后代的无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于同见同行，发愿受持如是佛故，终身而不退者，定入圣位。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，不得逆其正法。若不同见同行，在别法中不得传咐，损彼前人，究竟无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谤此法门，百劫千生，断佛种性。善知识，无有亦无相送，各需送取。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。若不自修，为寂无言，亦无有益。听吾颂曰：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为传见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法即无顿见，迷悟有持疾，指此见性门，愚人不可惜。说即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，烦恼暗宅中，常须生慧日。邪来烦恼至，正来烦恼除，邪正俱不用，清净至无余。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，净心在妄中，但正无三障。世人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，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色类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恼，离道别逆道，终身不见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傲，欲得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
目若无道心，暗行不见道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，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烦恼破，增爱不关心，长生两脚卧。欲拟化他人，自须有方便，勿令破有疑，即是自信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正见明出世，邪见是世间，邪正尽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此宋氏顿教，一名大法传，迷闻经类结，悟则刹那间。师父曰：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，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，实为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，无不醒悟。一时作礼，皆叹善哉。何其岭南有佛出世。疑问第三。一日为刺史为师设大会斋。斋气刺史请师身坐，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，问曰：弟子闻和尚说法，实不可思议。今有少疑，愿大慈悲，特为解说。师曰：有疑即问，吾当未说。为公曰：和尚所说，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？师曰：是。公曰：弟子闻达摩出化梁五帝，帝问云：正一生造四度僧，不施舍斋，有何功德？达摩言：实无功德。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未说。师曰：实无功德，勿疑先圣之言。五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四度僧，不施舍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师又曰：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。念念无智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谦下是功，外行于理是德。自信建立万法是功，心体离念是德。不离自信是功，应用无染是德。若密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清，常行普净。心常清人，无我不断，即自无功。自性虚妄不实，即自无德。为无我自大，常清一切故。善知是。念念无见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。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是。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。五帝不识真理，非我祖师有过。刺史又问曰：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得生彼否？愿为破疑。师言：使君善听，未能语说。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化经文，分明去此不远。若论相说理数，有十万八千，即身中十二八邪，便是说远。说远为其下根，说近为其上智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，迷悟有殊，见有迟疾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净其心。所以佛言：随其心净即佛土净，使君东方人，但心净即无罪。
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谦，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。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识身中净土，怨东怨西，误人在处一般。所以佛言，随所住处恒安乐，使君心地淡无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遥。若怀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难道。今劝善之事，先除十恶，即行十万，后除八邪，乃过八千。念念见性，常行平直，道如弹指，便睹弥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须更愿往生？不断十恶之心，何佛即来引请？若悟无生顿法，见西方只在刹那，不悟念佛求生，路遥如何的达？慧能与诸人以西方于刹那间，目前便见，各愿见否？众皆顶礼云：若此处见，何须更愿往生？愿和尚慈悲，便现西方普令的见。师言：大众，世人自色身是尘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五门，内有一门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。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。佛向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即是众生，自性觉即是佛。慈悲即是观音，喜舍名为是智。能静即是家，平直即弥陀。人我是须弥，贪欲是海水，烦恼是波浪，毒害是恶龙，虚妄是鬼神，尘劳是鱼鳖，贪甜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。善之事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。除人我、须弥道，去贪欲，海水竭，烦恼无，波浪灭，毒害除，鱼龙绝。自心地上觉性如来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门清净，能破六欲诸天。自性内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狱等罪一时消灭，内外明彻，不异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道彼？大众闻说，了然见性，悉皆礼拜，具叹善哉。畅言普愿法界众生，闻者一时误解。师言：善之事，若欲修行，在家易得，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，如东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恶。但心清净，即是自性西方。为公又问，在家如何修行？愿为教授。师言：吾与大众说无相送，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依此修，剃发出家，于道何益？宋曰：心平和劳持戒，行直贺用修禅。恩则孝养父母，义则上下相连。让则尊卑和睦，忍则众恶无喧。若能钻木出火，淤泥定生红莲。苦口的是良药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过必生智慧，护短心内非闲。日用常行饶益，成道非由失前。菩提指向心密，何劳向外求玄？听说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。
师父曰：善知识，总须依计修行，渐取自信，直成佛道。时不相待，众人解散，无归曹溪。众若有疑，却来相问。时刺史、官僚在会善男信女，各得开悟，信受奉行。定会第四，师是众云：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以定会为本，大众悟迷，言定会别，定会一体，不是二。定是会体，会是定用，即会之时定在会，即定之时会在定。若识此意，即是定会等学。诸学道人莫言：先定发会，先会发定，个别作此见者，法有二相。口说善语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会，定会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内外亦如，定会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于正，若正先后，即同迷人。不断胜负，却增我法，不离四相。善知识，定会犹如何等？犹如灯光，有灯即光，无灯即暗。灯是光之体，光是灯之用。明虽有二，体本同一。此定会法亦复如是。师是众云：善知识，一行三昧者，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常行一直心事也。净明云：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，莫心行产区。口但说直，口说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。但行直心，于一切法物有执着。迷人者法相，执一行三昧，执言常坐不动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。作此解者，即同无情，却是障道因缘。善知识，道须通流，何以却至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。心若住法，名为自负。若言常坐不动事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，却被为魔劫呵。善知识，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观境，不动不起，从此至功。迷人不会，便直成颠，如此者众。如是相教，不知大错。师是众云：善知识，本来正教，无有顿见，人性自有立顿。迷人见修，误人顿气，自识本心，自见本性，即无差别。所以立顿见之假名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以亲，言语处次七真之时，并将未空，不思仇害；念念之中，不思前进。若前念今念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系缚。于诸法上念念不住，即无缚也。此事以无住为本。善知识，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于相，即法体清净。此事以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，于诸境上心不染，曰无念。于自念上常离诸境，不于境上身心。
若执百物不思，念尽除却，一念绝即死，别处受生，是谓大错。学道者思之，若不识法义，自错犹可，更误他人，自迷不见，又谤佛经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？只愿口说见性迷人，于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说祸福，即是尘劳邪见。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。善知识无者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，无者无二相，无诸尘劳之心。念者念真如本性，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无，眼耳色身当时即坏。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经云，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坐禅第五，师释众云，此门坐禅，原不看心，亦不看境，亦不是不动。若言看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魔所看也。若言看境，人性本净，由妄念故，盖复真如，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。起心看境，却生境妄，妄无处所，看者是妄。境无形相，却立境相，言是功夫。作此见者，仗自本性，却被禁缚。善知识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看心看境，即障道也。师释众云：善知识何名作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作；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善知识何名禅定？外离相未禅，内不乱未定。外若者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净思净即乱。若见诸净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；外禅内定，是谓禅定。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，善知识于念念中，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忏悔第六。十大师见广，韶济四方士数，骈吉山中听法，于是身作告众曰：来，诸善知识，此事须从自是中起。于一切时，念念自净其心，自修自行，见自己法身，见自心佛，自度自戒，使得不假到此。既从远来，亦毁于此，皆共有缘。今可各个胡贵先未传，自信五分法身香，四受无相忏悔。众胡贵师曰：一戒香，
即自心中无非，无恶，无嫉妒，无贪甜，无劫害，名戒香。二定香，即堵诸善恶尽香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。三慧香，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虽修众善，心不执着，尽上念下，心绪孤平，名慧香。四解脱香，即自心魔所攀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自在无碍，名解脱香。五解脱之见香，自心即魔所攀缘善恶，不可省空守寂，即须广学多闻，识自本心，达诸佛理，和光皆悟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异，名解脱之见香。善知识，此香各自内虚，莫向外溢。今与汝等受无香忏悔，灭三世罪，令得三业清净。善知识，各随我语，一时到，弟子等从前念，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。从前所有恶业、愚迷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从前念，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骄狂染。从前所有恶业、骄狂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弟子等从前念，今念及后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。从前所有恶业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善知识，以上是为无相忏悔。云何名忏？云何名悔？忏者，忏其前愆。从前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者，悔其后过。从今以后，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称忏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忏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后过。以不悔故，前愆不灭，后过又生；前愆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？善知识，既忏悔已，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，各须用心正听，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自信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。善知识，大家起步道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嫩魔道，且不是慧能度。善知识，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、狂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恶毒心、如是等心，尽是众生，各须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即自心众邪见烦恼愚痴众生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，各个自度。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又烦恼无边誓愿断，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事也。又法门无尽誓愿学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又无上佛道誓愿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于真正，离迷离觉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
常念修行是愿力法，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，更与善知识受无相三归一解。善知识归一觉，两足尊归一正，离欲尊归一净，众中尊。从今日去，称觉为师，更不皈依邪魔外道，以自信三宝常自证明。劝善知识皈依自信三宝。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自心皈依觉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，明两足尊。自心归一正，念念无邪见，以无邪见故，即无人我共高，贪爱执着，名离欲尊。自心归一净，一切尘劳爱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者，名众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归一。凡夫不会，从日至夜，受三归戒，若言归一佛，佛在何处？若不见佛，凭何所归？言却成妄。善知识，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。经文分明言，自归一佛，不言归一他佛。自佛不归，魔所依处。今既自悟，各须归一自心三宝。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归一也。善知识，既归一自三宝境，各个至心。吾语说一体三身自信佛，令汝等见三身，了然自悟自信。宗随我道，于自色身，归一清净法身佛，于自色身。皈依圆满报身佛，于自色身；皈依千百亿化身佛。善知识，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归。向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，世人总有。为自心迷，不见内性，外觅三身如来，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听说，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从自性生，不从外得。何名清净法身佛？是人性本清净，万法从自性生。思量一切恶事，即生恶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为浮云盖覆，上明下暗。忽遇风吹云散，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。是人性常浮游，如比天云。善知识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。于外者净，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欲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性中万法皆现。见性之人，亦复如是，此名清净法身佛。善知识，自心归依自性，是归依真佛。自归依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谄曲心、无我心、狂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共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见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归依。常须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，更无挚爱，是自归一。何名圆满报身？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。
莫思向前，己过不可得，常思于后，念念原名，自见本性，善恶虽殊，本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名为实性，于实性中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恶，灭万劫善因。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恒煞恶尽。直至无上菩提，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。何名千百亿化身？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。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；毒害化为龙蛇；慈悲化为菩萨；智慧化为上界；愚痴化为下方。自性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审觉。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；回一念善，智慧极深。此名自性化身佛。善知识，法身本具，念念自性自见，即是报身佛。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归一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舍宅，不言归一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实自性佛。无有亦无相送，若能施持，眼下令汝积劫迷罪，一时消灭。颂曰：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不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缘来造。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名自性中真忏悔。呼悟大乘真忏悔，除邪行正即无罪。学道常于自性观，即与诸佛同一类。五祖为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。若欲当来一法身，离诸法相心中喜。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忽觉一世修。若悟大乘的见性，前功何长至心求。师言善知识，总须诵取依此修行。言下见性，虽去无千里，如常在无边。于此言下不悟，即对面千里，何情远来？珍重好去。一众闻法，迷不开悟，欢喜奉行。机缘第七，师自黄梅的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无知者。他本云：师去时至曹侯村，住九月余。然师自言，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，此求道之切，岂有逗留？作去时者非是，有如是留至略，礼遇甚厚。至略有乌未迷，名无尽藏，常诵大涅盘经。师暂听，即知妙意，遂未解说。你乃直卷问字。师曰：字即不识，亦即请问。你曰：字尚不识，焉能会意？师曰：诸佛妙理，非观文字，你今亦知。便告李中其德云：此事有道之事，以请供养。有位为一座镜，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，近来瞻礼。十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，遂于故基重建梵宇，严师居之，而成宝房。师住九月余日，又为恶党寻逐，师乃遁于前山，
被其纵火焚草木，尸与身挨入石中得免。时今有师夫作西痕，即衣不知闻，因名避难时。师亦五祖怀惠止藏之主，遂行隐于二亿焉。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参祖师，问曰：“即心即佛，愿垂指欲。”师曰：“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说，穷劫不尽。”听无忌曰：“即心明慧，即佛乃定。定慧等持，意中清净。”悟此法门，有汝习性，用本无生，双修实证。法海言下大悟，以记赞曰：即心原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，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悟。僧法达，洪州人，七岁出家，常诵法华经，来礼祖师，头不至地。师呵曰：“礼不投的，何如不礼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运其何事耶？”曰：“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。”师曰：“汝若念至万部，得其精义，不以为甚，则与无邪行。汝今复此事业，都不知过。”听无忌曰：“礼本折慢状，头息不至的，有我罪极深，王公福无比。”师又曰：“汝名什么？”曰：“法达。”师曰：“汝名法达，何曾达法？”复说记曰：“汝今名法达，勤诵未修歇，空诵但寻声，明心号菩萨。汝今有缘故，吾今为汝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华从口发。”达文记悔谢曰：“而今而后，当谦恭一切。弟子诵法华经，未解经义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广大，愿略说经中义理。”师曰：“法达。”法即甚达，汝心不达。经本无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答曰：“学人根性暗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宗趣？”师曰：“吾不识文字，汝是取经诵一遍，吾当为汝解说。法达即高声念经，至譬喻品。”师曰：“止。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，纵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于此。何者因缘？经云：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一大事者，佛知之见也。世人外迷者相，内迷者空。若能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是谓开佛之见。佛有觉也，分为四门：开觉之见、是觉之见、悟觉之见、入觉之见。若闻开示，便能悟入，即觉之见，本来真性而得出现。汝甚悟错解经义，见他道开示悟入，自是佛知之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以具之见，何用更开？汝今当信佛之见者，只汝自心，更无别佛。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，贪爱沉静，外缘内扰，甘受屈持，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劝令请息，
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，故云开佛之见。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甜嫉妒，谄佞我慢，亲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汝须念念开佛之见，悟开众生之见。开佛之见，即是出世。开众生之见，即是世间。汝若但牢牢执念，以为功课者，何以牦牛爱喂？答曰：若然者，但得解意，不劳诵经耶？师曰：今有何过？起障不念，只为迷误在人，损益有己。口诵心行，即是转经；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被经转。听无忌曰：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诵经久不明，语意作仇家。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无惧不忌，常遇白牛车。达闻忌，不觉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师曰：法达从昔以来，实未曾转法华，乃被法华转。再起曰：经云，诸大声闻乃至菩萨，皆尽思共度量，不能测佛智。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明佛之知见，自非上根，未免一报。又经说三车，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，如何区别？愿和尚再垂开示。师曰：经义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诸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饶依尽思共推，转加玄远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。此理若不肯信者，从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却白牛车，更于门外立三车。况今闻名相汝道，唯一佛乘，无有余乘。若二若三，乃至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是法皆为一佛乘故，汝何不审？三车是假，为其实故；一乘是实，为经实故。只教汝去假归实，归实之后，实亦无名。应之所有真才，尽属于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复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，是名持法华经。从节至节，手不释卷；从昼至夜，无不念时也。达蒙启发，踊跃欢喜。以记赞曰：今诵三千部，曹溪一句王。为民出世止，民歇泪生狂。羊鹿牛犬舍，初中后善扬。谁知火宅内，原是法中王。师曰：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，达从此领玄旨，亦不辍诵经。僧智通，受周安封人，初看门家经约千余遍，而不会三生四智。李师求解其意。师曰：三生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生，即名有生无智。若悟三生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听无忌曰：自性具三生，八名成四智。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
吾今为汝说，地性永无迷。莫学持求者，终日说菩提。通在起曰：四智之意，可得闻乎？师曰：既会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问耶？若离三身，别谈四智。此名有智无身，即此有智，还成无智。复说偈曰：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智见非空，成所作智同圆净。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凡心永处那家定。如上转时未至也。教中语：转前五十未成所作智，转第六十未妙观察智，转第七十未平等性智，转第八十未大圆净智。虽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转，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，通顿悟性智，遂成偈曰：三身原我体，四智本心明，身智容无碍，应物任随行。起修皆妄动，守住匪真经，妙指因失晓，终枉染污名。僧智长，姓周，贵溪人，调年出家，志求见性。一日参礼，师问曰：汝从何来？欲求何事？曰：学人尽往洪州白峰山里大通和尚，蒙是见性成佛之意，未觉无疑。远来同礼，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师曰：彼有何言句？汝是举看。曰：至常道彼，凡经三月，未蒙是会。未法切腹，一系独入障室，请问如何是某假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：汝见虚空否？对曰：见。彼曰：汝见虚空有相貌否？对曰：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？彼曰：汝知本性，犹如虚空，了魔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；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净，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之见。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觉了，其和尚开示。师曰：彼师所说，犹存见之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：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。不知一法守空之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此知之见瞥然心，错认何曾解方便。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常闻既已，心亦豁然，乃述偈曰：无端起之见者，相求菩提，情存一念悟，明月习时明。自性觉缘体，随照往千流，步入祖师室，茫然去两头。至常一日问师曰：佛说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愿为教授。师曰：汝观自本心，莫者外法相。法无四圣，人心自有等差。见闻转诵是小乘，悟法解义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。万法尽通，万法具备，一切不染，离诸法相，亦无所得，名最上乘。甚是行义，不在口真，汝须自修，莫问无也。一切时中，自性自如。常理谢执事，终师之事。僧智道，广州南海人也。
请意曰：学人自出家，览涅盘经时乃有余，未明大义，愿和尚垂慧。师曰：汝何处未明？曰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未乐，于此疑惑。师曰：汝作魔身疑？曰：一切众生皆有二身，为色身法身也。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，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经云：生灭灭已，寂灭未乐者，不舍何生寂灭？何生受乐？若色身者，色身灭时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乐。若法身寂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又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，一体无用，生灭是常。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。若听根生，即有情之类，不断不灭。若不听根生，则永归寂灭，同于无情之物。如是，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缚，尚不得生，何乐之有？师曰：汝是世子，何习外道断肠邪见，而亦罪上乘法？据汝所说，即色身外别有法身，离生灭求于寂灭，又推涅槃常乐，言有身受用，斯乃直令生死，单者是乐。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，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，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，好生恶死，念念牵流，不知梦幻虚假，往受轮回，以常乐涅槃，翻为苦相，终日持求。佛悯此故，乃是涅槃真乐，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，更无生灭可灭，是则寂灭现前。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，岂有一体无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尽伏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谤佛毁法。听无忌曰：无上大涅槃，原名常寂照，凡愚未知死，外道执未断，诸求二圣人，目以为无作，尽属情所寄，六十二见本，妄立虚假名，何谓真实意？唯有过量人，通达无取舍，已知五蕴法，即以蕴中我，外现众色相，一一因生相，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三际断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，结火烧海底，风谷山相及，真常寂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吾今强言说，令汝舍邪见，汝勿随言解，许汝知少分，至道闻即大悟，踊跃作礼而退。行思禅师身及周安城刘氏，闻曹溪法席圣化，进来参礼，遂问曰：当何所悟？即部落阶级。师曰：汝曾做什么来？曰：圣地亦不畏。师曰：落何阶级？曰：圣地上不畏，何阶级之有？师生弃之，令思守众。一日，师谓曰：汝当分化一方，无令断绝，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清源山，弘法少化，是弘济禅师。怀让禅师，今周度世子也。初夜嵩山安国师，
安发之曹溪参叩，让至礼拜。师曰：甚处来？曰：嵩山。师曰：什么物？嫩摩来。曰：说似一物即不中。师曰：还可修正否？曰：修正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师曰：只此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罗谶，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，印在汝心，不须诉说。一本无西天以下二十七字，让豁然气会，遂执事左右一十五载，日臻玄奥。后往南岳，大阐禅宗，世世大会禅师。永嘉玄觉禅师，温州代世子，少习经论，今天才止观法门。因看为魔经，发明心地。偶师弟子玄策相访，与其俱谈，出言暗合诸祖。策云：仁者得法师谁？曰：我听方等经论，各有师承。后余为魔经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证明者。策云：威音王以前及的，威音王以后，无师自悟，尽是天然外道。曰：愿仁者为我证据。策云：我言清曹溪有六祖大师，四方云集，并是受法者。若去，则与协行。觉遂同策来参，绕师三匝，正溪而立。师曰：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？身大我慢。觉曰：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师曰：何不体取无身，了魔宿乎？曰：体即无身，了本无宿。师曰：如是。如是。玄觉方具威仪礼拜，须臾告辞。师曰：反太素乎？曰：本自非动，岂有素耶？师曰：谁知非动？曰：仁者自身本别。师曰：汝甚的无身之意？曰：无身岂有意耶？师曰：无意谁当分别？曰：分别亦非意。师曰：善哉，少留一宿。师谓一宿绝，后者正道歌，盛行于世。是曰：无相大师，时称为真觉焉。禅者至皇，初参五祖，自谓已得正受，演居常坐，积二十年。师弟子玄策、游方至和硕闻皇之名，造眼问云：汝在此做什么？皇曰：入定。策云：汝云入定，未有心入耶？无心入耶？若无心入者，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何得定？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寒食之流亦应得定。皇曰：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有无之心。策云：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皇无对。良久，问曰：师似谁耶？策云：我师曹溪六祖。皇云：六祖以何谓禅定？策云：我师所说妙湛圆寂，体用如如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，禅性无声，离声禅响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黄文士说：近来夜师。师问云：仁者何来？黄具数前缘。
诗云：“诚如所言，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凡盛情妄，能所俱泯，性相无如，无不定时也。”一本无汝但以下三十五字，指云：“诗敏其远来，遂垂开觉，黄于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。其业河北是数文空中有声云：黄禅师今日得道，皇后礼辞，复归河北，开化四众。”一僧问诗云：“黄眉一指，什么人的？”诗云：“会佛法人得。”僧云：“和尚还得否？”诗云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诗一日欲着所受之衣，而无美权。因至寺后五里许，见山林郁茂，瑞气盘旋。诗正西着的，全应手而出。即以为持，乃跪膝换衣时上。忽有一僧来礼拜，云：“方便是西蜀人。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，主方便速往唐土，吾传大家业正法演藏，即僧迦离，见传六代，于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礼，方便远来，愿见我师传来衣钵。”师乃出世。次问上人公何事也，曰：“善素。”师正色曰：“汝是素看，便枉错。”过数日，素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取尽其妙。师笑曰：“汝只解素性，不解佛性。”师书手摩方便顶，曰：“有为人天福田。”师人以衣酬之，便取衣分为三：一披塑像，一自流，一用宗火一地中。是曰：“后得此衣，乃无出世，住持于此，重建殿宇。宋嘉佑八年，有僧为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。像在高泉寺，祈祷折印。有僧举卧轮禅师记曰：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。对镜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”师闻之曰：“此计为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家系父。”因是一计曰：“慧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对镜心竖起，菩提作魔常。”顿见第八。时祖师居曹溪宝林，神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。于是两宗盛化，人皆称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顿见之分，而学者莫知宗去。师谓众曰：“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种，见有持极，何名顿见？法无顿见，人有立顿，故名顿见。然秀之徒众，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，有何所长？”秀曰：“他的无师之志，生物上乘，无不如也。且无师无祖，亲传依法，岂徒然哉？无恨不能远去清净，须受国恩。汝等诸人无志于此，可往曹溪参觉。”一日，命门人至陈曰：“汝聪明多智，可谓吾到曹溪听法。若有所闻，尽心记取，还未吾说。”至陈禀命至曹溪，随众参请，不言来处。时祖师告众曰：“今有道法之人，前在此会。”至陈即出礼拜，具陈其事。
诗曰：汝从玉泉来，应是细作。对曰：不是。诗曰：何的不是？对曰：未说即是，说了不是。诗曰：汝师若为是众。对曰：常只为大众。住心观境，常坐不卧。诗曰：住心观境，是并非禅。常坐居身，与理何异？听无忌曰：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，何谓立功课？至诚在拜曰：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器物。今闻和尚一说，便弃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为教士。诗云：吾闻汝师教士学人戒定慧法，未审汝师说戒定慧形相如何，与吾说看。臣曰：秀大师说，诸恶莫作名为戒，诸善奉行名为慧，自尽其意名为定。彼说如此，未审和尚以何法会人？诗曰：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狂辱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师所说戒定慧，实不可思议。吾所见戒定慧又别。至诚曰：戒定慧只合一种，如何更别？诗曰：汝师戒定慧皆大乘人，吾戒定慧皆最上乘人，误解不同，见有迟疾。汝听吾说，与彼痛否？吾所说法，不离自性。离体说法，名为相说，自性常迷。须知一切万法，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听无忌曰：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。生去生来本三昧。臣闻记毁谢，乃臣一记曰：五蕴幻身，幻合究竟，回去真如，法还不尽。实然之。复与臣曰：汝师戒定慧，劝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，劝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脱之见，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脱之见。见性之人，利益的，不利益得，去来自由，无智无碍。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游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。至诚再起诗曰：如何是不利益？诗曰：自性无非，无痴，无乱，念念般若观照，常离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纵横尽的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见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诸法寂灭，有何次第？至诚礼拜，愿为执事，朝夕不懈。臣即周太和人也。僧智彻，江西人，本姓张，名行昌，少任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虽亡彼我，而徒屡尽其爱憎。时北宗门人，自立秀师为第六祖，而继祖师传一位天下闻，乃主行昌来赐师。师心通，欲知其事，即至金石两于座间。时夜幕，行昌入祖室，将欲加害。师叔紧救之，行昌挥刃者三，膝膜所损。
诗曰：正见不邪，邪见不正，只负汝精，不负汝命。行昌金图，久而方苏，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。师遂与经言：汝且去，恐徒众翻害于汝。汝可他日一行而来，吾当摄受。行昌秉旨消顿，后投僧出家，具戒精进。一日，一师之言远来礼敬。师曰：吾久念汝，汝来贺晚。曰：昨蒙和尚舍罪，今虽出家苦行，终难报德，其为传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览《涅盘经》，未晓常无常意，其和尚慈悲，略未解说。师曰：无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曰：和尚所说，大为经文。师曰：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于佛经？曰：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。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无常，和尚却言是常，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加疑惑。师曰：涅盘经，吾习听你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未讲说，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，乃至未汝，终无二说。曰：学人识量浅昧，愿和尚委屈开示。师曰：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。故无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。故无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意。佛彼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，诸二圣人于常即无常，共成八道。故于涅盘了一教中，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。汝今依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，即确定此常，而错解佛之原妙，最后为言，纵览千遍，有何所益？行昌忽然大悟，说记曰：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，不知方便者，由春池实力。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现前，非施相授予，我亦无所得。师曰：汝今彻眼，移民至彻，彻理谢而退。有一童子，名神会，襄阳高士子，年十三，自玉泉来参礼。师曰：知是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若有本，则何时主？是说看。会曰：以无助为本，见即是主。师曰：这沙弥真何取赐予？会乃问曰：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师以助杖打三下，与吾打汝痛不痛？对曰：亦痛亦不痛。师曰：吾亦见亦不见。神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师云：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谦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目时；若痛，则同凡夫，即岂会恨？汝向前见，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。汝自信且不见，敢而弄人。神会礼拜跪谢。师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见，问善知识利禄。汝若心悟，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
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无见与不见。无见自知，岂待汝迷？汝若自见，亦不待汝迷。何不自知自见，乃问无见与不见？神会在礼百余拜，求谢过千，福请给事，不离左右。一日，师告众曰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辈无念，诸人还识否？神会出曰：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师曰：向汝道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毛盖头，也只成各支解宗徒。祖师灭后，汇入经络，大弘曹溪顿教者显宗迹，盛行于世，是为何则禅师？师见诸宗难问，显起恶心，多即坐下，敏而谓曰：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恶念，应当尽除。无名可名，名于自性，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见。诸人闻说，总皆作礼，请示为师。宣召第九。神龙元年上元日，则天中宗召云：朕请安，秀二师，宫中供养。万机之暇，每究一晨。二师推让于南方有能禅师，密受忍大师依法传佛心印，可请彼问。今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，愿师慈念，速赴上京。师上表辞疾，愿中灵录。薛简曰：今晨禅德皆云，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，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未知有也。为审师所说法如何？师曰：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，何故？魔所从来，亦魔所去，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。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究竟无证，岂况坐耶？简曰：弟子回经，主上必问。愿师慈悲，只是心要传奏两功，即精诚学道者。譬如一灯，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明无尽。师云：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意。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相待立明。故净明经云：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。简曰：明欲智慧，暗欲烦恼。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，凭何出离？师曰：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，阳路等机，上至大根，悉不如是。简曰：如何是大乘见解？师曰：明与无明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乐达，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即是实性。实性者，触烦愚而不减，在贤圣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寂。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，及其内外。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简曰：师说不生不灭，何意外道？师曰：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指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犹不灭，生说不生。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
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的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刹。简蒙指教，豁然大悟。李慈归阙，表奏诗语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诏蒋御师曰：“诗词老疾，为朕修道，国之福田。诗若敬民，脱疾皮耶，阐扬大臣，传诸佛心，谈布二法。”削减传师只受如来之见，正积善于庆，素种善根，执师出世，顿悟上乘，感合师恩，顶戴摩椅，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，赤韶州刺史修士赐予，赐师旧居为国恩寺。副主第十。师一日唤门人法海、智成、法达、神慧、智常、智通、智彻、智道、法真、法明等，曰：“汝等不同于人，无灭度后，各为一方师。吾今教汝说法，不失本宗。先须举三颗法门，动用三十六对，出没即离两边。说一切法，莫离自性。忽有人问汝法，出与进双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。就近二法尽除，更无去处。三颗法门者，应戒入也。应是五音色受想行识是也。入是十二入，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。戒是十八戒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。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识。若起思量，即是转识。生六识，出六门，见六尘，如是一十八戒，皆从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，用由何等？由自性有。对法外境，无情无对。天与的对，日与月对，明与暗对，阴与阳对，水与火对，此是五对也。法相与言十二对，语与法对，有与无对，有色与无色对，有香与无香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凡与圣对，僧与俗对，老与少对，代与小对，此是十二对也。自性起用十九对，长与短对，邪与正对，痴与慧对，愚与智对，乱与定对，此与独对，戒与非对，执与趋对，实与虚对，显与平对，烦恼与菩提对，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对，喜与甜对，舍与谦对，进与退对，生与灭对，法身与色身对，化身与报身对，此是十九对也。师言：此三十六对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贯一切经法，出入即离两边。自性动用，共人言语，外于相离相，内于空离空。若全者相，即常邪见；若全执空，即常无明。执空之人有放经，执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语言，指此语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即词不立两字，亦是文字。见人所说，便即谤他言者文字，汝等须知自迷犹可。又谤佛经，
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若者相于外而作法求真，或广利道场，说有无知过患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得见性。但听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于道性挚爱。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。但依法修行，无住相法师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做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问汝意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。二道相因，身中道义。如一问一对，于问一一此作，即不失礼也。设有人问，何名为暗？答于名是因，暗是缘，明媒即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于问西皆如此。汝等于后传法，依此转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师于太极元年壬子，延和七月，是年五月改延和。八月玄宗即位，方改元先天。次年岁改开元。他本作先天者碑，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，人令促工。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，即徒众曰：“吾至八月，欲离世间。汝等有疑，早须相问，为汝破疑，令汝迷境。吾若去后，无人教汝。”法海等闻，悉皆涕泣，唯有神会，神情不动，亦无涕泣。诗云：“神会小诗，却得善不善等，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。愚者不得，数年山中，进修何道？汝今非气，未忧阿谁？若忧吾不知去处，吾自知去处。吾若不知去处，终不欲报于汝。汝等悲泣，盖为不知吾去处。若知吾去处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无生灭去来，汝等静坐，吾与汝说一记，名曰真假动静记。汝等诵取此记，与吾一同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众僧作礼，请师说偈。偈曰：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。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境非真。若能自有真，离假即心真。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？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。若修不动行，同无情不动。若密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，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种。能善分别相，第一亦不动，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报诸学道人，努力须用意，莫于大乘门，却执生死志。若言下相应，即共论佛意，若实不相应，何长令欢喜？此宗本无正，正即失道义，执逆正法门，自信入生死。十徒众闻说偈已，普皆作礼，并体失意，个个摄心依法修行，更不敢正。乃知大师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座，再拜问曰：和尚入灭之后，依法当复何人？师曰：吾于大梵寺说法，以至于今，超录流行，目曰法宝坛经。汝等守护，弟相传授，度诸群生。但依此说，是名正法。
今为汝等说法，不复其一。盖为汝等性根纯熟，决定无疑，堪任大事。然据先祖达摩大师复受记忆，依不合传。记曰：吾本来资土，传法救迷情，一划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师父曰：诸善之事，汝等个个尽心听吾说法，若欲成就种智，须达一香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而不住香，于彼香中不生增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荣谈薄，此名一香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的有种，含藏常养，成熟其时，一香一行，亦复如是。我今说法，犹如时雨，普润大地。汝等佛性，辟诸种子，欲资沾洽，悉得发生。成无止者，觉获菩提；依无行者，定证妙果。听无记曰：心必含诸种，普与悉皆蒙，顿悟华情矣，菩提果自成。师说记矣，曰：其法无二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净，亦无诸相。汝等圣悟观境，即空其心，此心本净，无可取舍，各自努力，随缘好去。尔师徒众作礼而退。大师七月八日呼谓门人曰：吾欲归新州，汝等速礼周集，大众哀留甚艰。师曰：诸佛出现，犹是涅槃，有来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行还，归必有所。众曰：师从此去，早晚可回。师曰：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又问曰：正法演藏，传复何人？师曰：有道者得，无心者通。又问：后末有难否？师曰：吾灭后五六年，当有一人来取吾手。听吾记曰：头上养青，口里虚餐，郁闷之难，杨柳为官。又云：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萨从东方来，一出家，一在家，同时兴化，建立吾宗，地基迦兰，昌隆法寺。问曰：未知从上佛祖应现以来，传授几代，愿垂开示。师云：古佛应世已无数量，不可计也。今以七佛为始，过去庄严劫，毗婆尸佛、尸气佛、毗舍浮佛，今贤劫，居留孙佛、居那含穆尼佛、迦叶佛、释迦文佛，是为七佛。以上七佛，今以释迦文佛首传。第一摩诃迦叶尊者，第二阿难尊者，第三商那和修尊者，第四优波毛尔居多尊者，第五提多迦尊者，第六弥遮迦尊者，第七婆须利多尊者，第八佛陀难提尊者，第九佛陀密多尊者，第十胁尊者，十一富那夜奢尊者，十二马明大士，十三迦毗摩罗尊者，十四龙树大士，十五迦那提婆尊者，十六罗木迦侯罗多尊者，十七森迦难提尊者，十八迦耶舍多尊者，十九鸠摩罗多尊者，
二十，舍耶多尊者，二十一，婆修盘头尊者，二十二，摩拿罗尊者，二十三，赫勒那尊者，二十四，狮子尊者，二十五，婆舍斯多尊者，二十六，不如密多尊者，二十七，般若多罗尊者，二十八，菩提达摩尊者，此土是未出祖。二十九，慧可大师。三十，僧灿大师。三十一，道信大师。三十二，弘忍大师。慧能是为三十三祖。从上诸祖各有秉承，汝等向后历代流传，无令乖误。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，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，于国恩寺斋罢，为诸徒众曰：汝等各依位坐，吾与汝别。法海白言：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后代迷人的见佛性。师言：汝等谛听，后代迷人若识众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识众生，万劫历佛难逢。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，欲求见佛，但识众生，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信若悟，众生是佛；自信若迷，佛是众生。自信平等，众生是佛；自信邪显，佛是众生。汝等心若显屈，即佛在众生中；一念平直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众法。故经云：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吾今留一记，与汝等别名，自信真佛记。后代之人识此记义，自见本心，自成佛道。记曰：真如自信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。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旁。信众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助舍。正见自除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法身报身即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。若相信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从化身生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。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淫性本是净性因，除淫即是净性身。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今生若欲顿教门，忽悟自性见世尊。若欲修行密作佛，不知何处你求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不见自性外密佛，起心总是大痴人。顿教法门经已流，救度世人须自修。报汝当来学道者，不作此见大悠悠。师说记已，告曰：汝等好住，无灭度后，莫作事情悲泣与泪，受人吊问。生者孝服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。但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魔是无非，无住无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会无意，今再嘱汝，令汝见性。无灭度后，依此修行，如无在日。若为无教，纵无在世，亦无有益。
复说记曰：物物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，寂寂断见闻，荡荡心无者。师说记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谓门人曰：无形矣，俨然千化。于是一相反视，白红属地，林木变白，禽兽哀鸣。十一月，广韶新三郡官僚即门人僧俗，真隐真身，莫觉所知。乃焚香祷曰：香烟直处，师所归焉。时香烟直贯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千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。次年七月初刊，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。门人意念取手之际，人以铁叶欺步，故护师紧入塔，忽于塔内白光出现，直上冲天，三日始散。韶州奏闻，奉敕立碑，祭师道恒。师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传一，三十九著法，说法立身，三十七载。四法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。达摩所传信一，西域屈炫不也，中宗赐摩那宝钵，即方便素师真相，并道具永正宝林道场。流传坛经，以显宗旨，兴隆三宝，普利群生者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附录。六祖大师圆寂外寂，门人法海等级，大师名慧能，复如是。慧行，唐武德三年九月，左观新州，母李氏仙梦，庭前白华尽发，白鹤双飞，异香满室，觉而有声，遂结成斋戒。怀任六年，师乃升天。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也，时毫光腾空，香气奔赴黎明，有二僧造业。为师之父曰：夜来生儿，专为安民，可上会下能也。父曰：何名慧能？僧曰：慧者以法慧济众生，能者能作佛事。言毕而出，不知所知，师不以母乳，欲夜神人灌以甘露。三岁父丧，葬于宅畔，母守至居养，既常欲兴公母。年二十有四，文经有神，往黄梅参礼，五祖弃之，复依法令四祖位。石龙朔元年辛酉岁也，南归隐遁，至宜凤元年丙子正月八日，会应宗法师，结论玄奥。应宗悟气师旨，是月十五日，普会四众为师治法。二月八日，即朱明德受具足戒。西京智光律师为受戒师，苏州慧净律师为结魔，荆州通应律师为教授，中天齐多罗律师为说戒，西国密多三藏为正戒。其戒坛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立碑曰：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。又梁天监元年，制药三藏自西竹国航海而来，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，
亦欲制曰：后170年，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眼上程度无量众，真传佛心应之法主也。师至是诸法受戒，即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旨。亦如习称梁天监元年壬午岁，至唐仪凤元年丙子的175年，次年春，诗词众归宝林，应宗与资白送者千余人，直至曹溪，时荆州通印律师，与学者数百人依师而住。师至曹溪宝林，睹唐与秋爱不足容众，欲广之。遂夜里人陈雅仙曰：老僧欲就谭月球作据地，得不？仙曰：和尚作据即许阔，祖初作据视之。雅仙为然，祖以作据一盏镜照曹溪四境，四天王现身坐镇四方，今四境有天王礼，因兹而名。仙曰：知和尚法力广大，但无高祖坟墓并在此地，他日造塔，兴旺存留，余愿尽舍永为宝房。然此的乃生龙白象来卖，只可平天，不可平地。嗣后迎见，一一其言。师游境内山水甚处，折气纸，遂成兰若一十三所，今曰华果院，立即四门，其宝林道场。一先是西国制药三藏自南海经曹溪口，居水而饮香美，一之为其徒曰：此水与西天之水无别，西园上必有圣地堪为兰若，随流至园上，四顾山水回环，峰峦奇秀。叹曰：宛如西天宝林山也。乃谓曹侯村居民曰：可于此山建一梵沙，170年后，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，以好宝林。时韶州牧侯敬中，以其言具表文奏，尚可其请，赐宝林为额，遂成梵宫，落成于梁天监三年。寺殿前有坛一所，龙常出没其间，触饶灵物。一日现形甚巨，波浪汹涌，云雾阴翳，徒众皆惧。师斥之曰：尔只能现大身，不能现小身，若为神龙，当能变化以小现代，以大现小也。其龙忽眉，而请复现小身，跃出坛面。施展波视之曰：而且不敢入老僧波语里。龙乃游扬至前，施以波咬之，龙不能动。施持波堂上，与龙说法，龙遂退骨而去，其骨长可七寸，首尾脚足皆具，流传四门。师后以土石因其坛，金殿前左侧有铁塔正处是也。师坠腰时捐龙朔元年卢居士至八字，
此时今存黄梅冬蝉。又唐王为右丞，为神会大师作祖师祭云：师混老吕基十六载，会应宗讲经，因为削法。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师谥号碑云：师受信具，遁隐南海上十六年，度其可行，乃居曹溪为人师。又张商因丞相作五祖祭云：五祖演化于黄梅县之东禅院，盖其变于江谷。龙朔元年，以依法复六祖矣。散众入东山结安，有居人平茂，以山师师为道场焉。以此考之，则师至黄梅传授五祖依法。时龙朔元年辛酉岁，至一奉丙子的一十六年，师方至法性入法。他本或作诗贤亨中至黄梅，恐非历朝崇奉事迹。唐宪宗皇帝谥大师曰大建禅师。宋太宗皇帝加谥大建真空禅师。赵兴师塔曰太平兴国之塔。宋仁宗皇帝天圣十年吟诗真身及衣钵，入大内供养，加谥大建真空普觉禅师。宋神宗皇帝加谥大建真空普觉圆明禅师。据建燕元献公碑记，赐谥大建禅师碑柳宗元传。扶风宫连问岭南三年以佛事第六祖，未有称号，书文于上。赵氏大建禅师塔曰灵赵之塔。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，下尚书辞部福道都府，公命部立冀州司公院，告于其祠，状盖中古增山银谷，万人贤惠，若闻鬼神。其实学者千有余人，莫不心有奋力，如师复身，则又感到替目。如师始亡，因言曰：自有生物，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时，被乖迎留，莫克反于出。孔子无大位，每以余言持事，更扬莫黄老一杂其数分裂而无浮屠说后出。推离还缘何？所谓生而静者，良事好作有味。师达摩击之，空树一显，六传至大建。大建始以能劳苦服役，一听其言，言息已究，师用感动，遂受信具，遁隐南海上，人无闻之。又十六年，度其可行，乃居曹溪为人师。会学者来常数千人，其道以无畏未有，以空洞未实，以广大不当未归。其教人始以性善，终以性善不假于除，本其境矣。中宗闻名，使性臣在真不能治，取其言以为心术。其说俱在，今布天下，
凡言禅皆本曹溪。大建去世百有六年，反至广部，而以明文者以十数，莫能皆其好，乃经史告天子的大事，封作无道，岂可无辞？公使历朝，以如众次前州都护安南，有海中大蛮夷，连声独之息，福伯听命，贤备功德，受其道节己，来历南海，蜀国如林，不杀不怒，人为无恶，允客光于友人，昭烈大建莫如公，宜其从之老，乃一时于女下，使来谒辞。其辞曰：达摩干干传佛与心，六成其受大建士灵，劳情专莫忠义于身，抱其性气行海之阴，其道远失在溪之槽，盲和伪复不移其高，传告贤臣为道之邦，生而性善在物而惧，荒流奔逸乃万其去，匪思越乱匪绝资物，由师内见贤或于素，不直乎根不云乎苗，中疑外容有翠孔昭，在地中宗聘言于朝，因义王度比人逍遥，月百有六四，好事不济，由福封公，告今天子，尚书继父大行乃累光于南土，其法再起，绝途万亿，同道其喜，为师化所备继福封公，所履贤待天子，天子修命，加功德美，益于海夷，浮屠世事，师以人传，公以人礼，业辞途间，永应不已。大建禅师碑，并佛衣名俱留与西传。元和十年某月日，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，谥曰大建。使广州牧马总以书文，昼事可骑奏，上道以尊名，同归善善，不隔一交，一字之褒，华以孔怀，得其所恶也。马公敬其事且谨，使以垂后，遂资于文雄。今柳州刺史河东柳军为前辈，后三年有僧道林，虑其徒由曹溪来，且曰：愿立第二碑，学者志也，唯如来谒后，终无百岁，而摩腾竺法兰，以经来华，人始闻其言，由夫众昏之见乎爽，后五百岁，而达摩以法来华，人始传其心，由夫昧旦之睹白日，自达摩六传至大建，如冠一珠，有先后而无同意，是之言真宗者，所谓顿门出达摩与佛依据来，得道传父以为真印，至大建至而不传，其以是为全体邪除苟邪，将人人之末以弱而不弱治之邪，无不得而知也。按大建身心周
三十出家，四十七年而没，百有六年而逝，始自其之东山。从第五师的受记已归，中宗始终贵人在真不奉诏，帝以言未共上，进行之。名曰智人之身无有种类，同人者行，出人者智，蠢蠢难易降生结义，腹肝五坤毒消元气，一言顿悟不见出力，五师相承受以宝器。宴作曹溪氏号南宗，学徒原来如水之东，隐以妙药岔其阴龙，照不能治许未法雄，去佛日远群言机意，者空只有各走其欲，我力真权皆起难薄，无修而修，无德而德，能使学者还其天时，如黑而迷仰慕斗极，得之自然尽不可传，口传首负则碍于有，留一空堂的者天授，佛一名并引，无忌为森林传曹溪第二碑，且思所以变六祖至一不传之旨，作佛一名曰佛言不行，佛一乃真，忽近贵远古今常情，泥父之身土无一理，梦殿之后屡存千次，唯昔有梁如相之狂，达摩就是来为医王，以言不全因物乃迁，如执符节行乎副官，民不知观望车而畏，俗不知佛的衣未贵，坏色之衣道不在资，由之信道所以未保，六祖未彰其初也为，既还狼荒景俗痴痴，不有性气众生何归，是开遍门非止传衣，出必有中传其魔矣，务必归敬一壶酒事，先中之中用乃不穷，我道不朽一于何有，其用已成熟非刍狗。师入塔后，至开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，忽闻塔中如拽铁锁声，众僧惊起，见一孝子从塔中走出，寻见师颈有伤，俱以贼事闻于州县，县令杨侃四十柳五舔的叠切加擒捉，五日于石角村捕的贼人，送韶州居问，云姓张名静满，汝州梁县人，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，另取六祖大师首归海东供养，六首文状未及加刑，乃公至曹溪问师上足令涛曰如何处断，涛曰若以国法论，理须诸疑，但以佛教慈悲曰清平等，况比求欲供养，罪可恕矣。柳守家叹曰使之佛门广大，遂赦之。上元元年，肃宗遣使就请师衣钵归内供养，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，代宗奉六祖大师请衣钵，七日赐次使杨坚云正梦感能禅师请传衣袈裟，却归曹溪，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，朕谓之国宝，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，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，严加守护，
勿令疑坠。后或为人偷窃，皆不远而获，如是者数四。宪宗是大见禅师，塔曰：缘何灵照？其余事迹，系载唐尚书王维、刺史柳宗元、刺史刘禹锡等碑。守塔沙门令涛录。八六祖大师平息所说之法，皆大乘圆顿之旨，故目之曰经，其言尽止远，此坦一名。诵者各有所获，名教松公常赞云：天机立者得其深，天机顿者得其浅，臣哉言也。于出入道，有感于思，续见三本不同，互有得失，其反亦已慢灭，应取其本效仇，讹者正之，略者降之。复增入弟子请一机缘，数机学者的晋曹溪之旨，按察使云公从龙，深造此道。一日过山访堵于所边，为得谈经之大权，慨然命公起子，专为流通，使曹溪一派不至断绝。或曰：达摩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。卢祖六叶正传，又安用是文字哉？余曰：此经非文字也，达摩单传直指之旨也。南岳清源诸大喇常因是旨以明其心，复以之名马祖石头诸子之心。今之禅宗流布天下，皆本是旨，而今而后，岂无因是旨而明心见性者耶？问者唯唯在拜谢曰：语不敏，请并书于今末以召来者。至元心宝下，南海世宗宝拔附录中。